第191集。晚上乘客回来时，阿笨已经被奶娘抱到厢房歇着去了，李小暖已经沐浴洗漱，换了家常半旧衣服，光着脚半躺在床上看着账册子。见乘客先连进来，忙扔了手里的账册子，拖着鞋子下了床，一边帮他去着外面的斗篷，一边笑着说道：你身上有酒气，要不要喝碗醒酒汤啊？啊，不用，我呀陪着小景喝了几杯，没多喝。哎，你身子还没恢复好呢，下次呀不要等我，早点睡吧啊，这几天呢我事情多。嗯，李小暖似是而非地答应着，推着乘客进了净房。你先去沐浴，我还有话跟你说呢。乘客答应着，不大会儿沐浴干净，散着头发，换了一身白绫衣裤出来，跳到床上舒服地伸展着身子，伸手揽过李小暖。说吧，要和我说什么话？李小暖伏在乘客胸口，用手支着腮，叹了口气，低声说道：唉，今天从宫里回来呀，我的心里就一直难受得很。乘客猛地抬起头看着李小暖，紧张地问道：哦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儿，没出什么事儿，都好好的。皇上不是还赏了秉玉如意给阿笨吗？是我自己心里难受。李小暖又重重地叹了口气，脸趴在乘客胸前，仿佛自言自语般说道：皇上老了，老的都抱不动阿笨了，阿笨咬他，他也高兴得不行，他说婴孩喜欢他是福兆，我知道他的意思，人家都说婴孩喜欢长寿的老人，皇上自己害怕呢。乘客神情凝重地听着李小暖的一语，慢慢半坐起来，拉过一只枕头枕在背后，伸手揽住李小暖，低头吻着她的发尖，低低地说道：唉，小景呀，今天也伤感得很，皇上救命太医就疯了脉案，这大半年小景也没法子问到皇上的病情，可皇上身体不好，连贵妃也不知道皇上到底病得如何。只是乘客叹了口气，声音压得更低，入了冬，宫里面老生的用量是越来越大，小景难过得很。李小暖伏在乘客怀里，两人沉默了半晌，乘客抬手抚着李小暖的头发，低声安慰他：别想那么多了，生老病死谁都躲不过，皇上也躲不过，没事了，一代代的都是这么过来的。李小暖叹了口气，沉默着伤感了半晌，直起身子摸索着从枕头旁抓起刚才看的账册子，胡乱翻着说道：我刚算了一下账，我手里现如今一共有200多万两银子，我想都拿出去买粮囤粮去，今天我问了平安，他说庄头们说到现在风水都好，看样子明年能是个丰年，这样最好，咱们先从北地买起，把能买的粮都买过来。乘客眨眨眼睛看着李小暖，突然把头埋在他发间，肩膀耸动着笑了起来，笑了一会儿才搂着李小暖，一边笑一边说道：你真真是呀，真是，你叫我怎么说你呢，这么伤心还不忘了盘算这一些，你买这些粮食是准备到时候拿来做军粮，还是准备到时候卖给小姐赚大钱呢？当然是卖了，给她做军粮，那还不如这会儿直接把银子给她呢，还能省份心呢，赚了这笔银子，谷家大姐姐还有二姐姐还有咱们四家分一分，往后就收手不做生意了，真到了新朝啊，咱们还是万事小心的好，这做生意最容易让人家生出事来。李小暖认真地说道。乘客想了想，点点头，又摇了摇头，点着李小暖的额头，一时
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哎，哪里躲得开呀？你也别总想着躲，真有事呀，躲也躲不过。咱们家这么些年，什么样的风雨没经历过呀？都是闯过来的，可不是躲过来的。到底是个小女人。再说的，小景和我从小一起长大，她知道我，也知道她。你就放宽心，有我呢，不会让你吃亏的。还有阿笨呢？李小暖低声嘟囔了一句。乘客伸手拿过他手里的账册子，扔到床下，揽着他躺下。阿笨是陈家嫡长孙，他得学会不让自己吃亏才行，长大了还得护着家人。阿笨若是女儿，我就护着她，一辈子不让她吃亏。李小暖揽着乘客，叹了口气，没有接话。他说的是正理，阿笨以后得学会保护自己，再护住别人。快进腊月的时候，古云山带着燕儿过来看望李小暖和阿笨，程旭仪也在正厢房里对着阿笨念三字经。燕儿给李小暖见了礼，就急急地奔进厢房，和程旭仪一处逗着阿笨玩去了。古云山从随身的包袱里取了一本薄薄的账册子出来，翻了翻，推给李小暖。今年的生意呀，做的可比原先想的好多了。这是一本粗账，你先看看，咱们怎么给严家报账啊？李小暖将账册子推回去。照实报，严家树大根深的，能长长远远的和他们做生意，才是真正的好事儿。这样的小手脚做了只有坏处，不贪小利才能赚大钱。倒是我着相了，古云山取回册子笑着说道。那我回去就把这账理一理，让严家大掌柜带回去。李小暖笑应了，挥手屏退了侍候的丫头婆子，站起来从里间取了一只小小的楠木匣子过来，把匣子推到古云山面前，低声说道：这里头是50万两银票子，你拿去，今年咱们的红利也都不要分了，合到一处，除了留下日常生意用度，旁的就留着秋天收粮去。古云山惊讶地看着李小暖，李小暖垂着眼帘思忖片刻，含糊着说道：你别管那么多，过了年呢，就开始收拾好存粮的地方。那粮食收来，若存不好，一个月就烂得不能吃了。反正咱们自己有粮食行，你去找孙掌柜，让他寻两个真正老成懂行的师傅给你。对了，我记得二姐姐有个庄子，就是京城边上的，收成一直不大好，把那庄子借过来，修了做存粮的地方。再寻一处离京城近的地方就差不多了。嗯，我也有个庄子，离城里只有十来里路，把那处也腾出来做存粮的地方。古云山思量着答应着，李小暖抬头看着他，低声交代道：这事儿得悄悄地做，别跟人提起。收粮的时候多找几家粮食行，买中下品的粮食就行，不必买上等的。古云山答应着，皱着眉头看着李小暖。李小暖舒了口气：大姐姐别担心，我不过听府里的管事说，明年必是一个丰年，想着有丰必有欠，收些粮食备着，荒年赚些银子罢了。我不问你这缘由，你跟老祖宗一样，凡事儿啊，想的能远到几年十几年后。你说了我也不懂，你放心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，粮食要多收，风一丝也不能透。古云山看着李小暖爽快地说道。李小暖笑着连连点头：就是这样。古云山顿了顿，看着李小暖低声说道：前儿福清长公主托程家大姐姐捎了话，也想让我帮着管铺子，我含糊了没敢应，你看。李小暖低头仔细想了想，抬起头看着古云山建议道：
我的意思呀，还是不接的好。福清长公主的为人且不说，你帮程家大姐姐管铺子，那是托着亲戚的层面，不过是姐妹彼此间的帮忙罢了，旁人倒说不出什么来。若是接了福清长公主的铺子，那算什么？福清长公主又是一个目中无人的，难保不把你当成门下的管事婆子使唤着。你如今身份低，就更要自重才是，你说呢？古云山舒了口气，连声赞同着。我也是这意思，就是担心着就这么回绝了，怕得罪了福清长公主啊。福清长公主那里呀，也没什么好得罪的，再说得不得罪也不在这上头。李小暖淡淡地说道。古云山看着李小暖也不多问，一边笑一边点头答应着。送走古云山，李小暖独自坐在东厢榻上思量半晌，吩咐兰初遣人叫了朝云和东墨进来，拿了30万两银票子给两人，仔细交代两人往京郊一带外围些的地方多跑几个州县，去收明年的粮食。德福楼这两年一直在京郊一带预收粮米，今年量虽说大些，若不细细查算，倒也绝不出什么异常来。景王妃孟氏自从阿笨满月里那天回去后，就一直病着，进了腊月病还是不见好。李小暖隔十天遣人过去问候一趟，刻板周到地尽着礼仪之道。老太妃连问了两回，竟还是病着，眉头就拧到了一处。这是什么个理儿？这病个3-5天，眼个脸也就过去了，还真准备着这么长病下去，这是要病给谁看呢？老祖宗。李小暖忙往老太妃身边挪了挪，拉了拉她，低声劝道：老祖宗，您看您这脾气又上来了不是？虽说景王爷不是外人，可那到底是皇室之家呀，再说了这事儿也是人家的家事不是？就是管呀还有姑母呢，姑母做事儿您还信不过不成？您是上了年纪的人，犯不着再为这些小事儿烦心去了，您还是多看看您那重孙子吧。前儿泡了那药水儿，我怎么看着身上好像起了几个小红点儿呢？老太妃着急起来：快抱来我瞧瞧，哪里起了红点儿了？一早上怎么也没人跟我说一声，这奶娘也太不精心了。李小暖忙起身抱过阿笨，褪下阿笨的一只袖子，只给老太妃看着那胖胳膊上的几个隐约的红印。老太妃长舒了一口气，点着李小暖训斥道：你也是一惊一乍的，这哪叫红点儿啊，明明是衣服硌着了，这当娘的就是细心太过，连你也这样。李小暖眯着眼睛笑着听着训，要不是这红点儿，这会儿啊还纠缠着景王府里那些破事儿呢。入了腊月，乘客更加忙碌起来，天天回到青莲院都已是有末往后了。李小暖每天晚上看着阿笨睡下，看着书等他回来。腊八前一天，从早上起京城就飘起了鹅毛大雪，下午回来，李小暖兴致十足地抱着阿笨看了半天雪才回去屋里。乘客遣人传了话说要回来吃饭，晚上果然回来的比往常早了不少。李小暖陪着他吃了饭，又进去看了一遍睡着了的阿笨，才出来坐到厢房榻上慢慢地坐着针线。乘客挥手屏退了屋里侍候的丫头婆子，笑吟吟地低声说道：周氏也病了。李小暖手里的针呆了一下，抬头看着乘客，乘客挑挑眉梢，咪咪笑着接着说道：肾水有损，哼，小小年纪就伤了肾水，这事儿呀，太医院可不敢不报。
回来呀，就把麦案呈去御览了。皇上生气得很，让贵妃呢把程王妃叫进宫里训斥了一顿。李小暖疑惑地看着程克，慢吞吞地问道：“真是肾水亏了？”“就算是吧，他那个样子呀，就算今天不亏，明天反正还是要亏的。”李小暖舒了一口气，低下头继续慢慢做着针线。皇上既然知道了，必是要处置的，不管如何处置，对周世远远着看都没有什么害处，只要周景然不在中间顺水推舟。他要说的早就说过了，别的也管不了了。程克看着李小暖，等着他再往下问，见他靠着靠枕悠悠闲闲地做起针线来，咽了口口水，只好自己接着说道：“贵妃跟皇上提议了，周世远呢也是从小跟着成王在军中长大的，倒不如让他在南边历练几年。小景和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呀，比他还荒唐，不就是到南边军中几年，回来后就变了样吗？”皇上答应了，成王妃呢也赞同得很，只等成王回来说一声罢了。李小暖歪头看着程克，程克眨了两下眼睛，立即恍悟过来，急忙摆手解释道：“啊，贵妃不过那么一说，我和小景何曾……啊，小景是个风流性子呀，我何曾荒唐过？没有的事儿。贵妃说的是小景，你也知道，我呀不过是陪小景。”贵妃不过那么一说，程克舌头打起结来，李小暖斜睨着他。成王必是求之不得的。程克怔了一下，暗暗舒了口气，急忙点头：“他有他的想头，可不是这样吗？个人有个人的打算，我和小金想了好几天，才想出这四角俱全的法子。”漫天的雪花中，成王妃的车驾出了靖北王府，缓缓地往成王府回去了。成王妃面色疲倦地靠在温暖的车子里，半闭着眼睛，长长地舒了口气。都说福祸相依，世远这会儿生了这病，是祸更是福。南边军中他照应不到，别人的手也一样伸不到。那个不成器的东西没人照应着，也没人祸害，吃些苦头能懂些事也说不定呢。周婉若仔细看着母亲，从暖巢里拎出茶壶，倒了一杯茶递过来：“母亲喝口茶吧。”程王妃睁开眼睛，怜惜地看着懂事的女儿，接过杯子慢慢喝了两口，叹息着低声说道：“唉，都是菩萨保佑，你哥哥去南边锻炼几年，多吃些苦头，别再这么荒唐下去呀，我就满足了。”母亲放心，这回哥哥必定能改好的。程家老祖宗和外祖母一样是女中豪杰，只要他肯答应，那必是肯这么做的。那个世子妃，我看着他就觉得欢喜，赵旭仪说的那些也是个良善的，说不定哥哥这事儿啊就是程家帮了忙的。毕竟是贵妃提的话，外祖母和程家老祖宗可是至交呢。周婉若话语有些凌乱地宽解着母亲。程王妃直起身子，伸手抚着周婉若的鬓角：“你哥哥呀，若是有你一半懂事，我还愁什么呀？但愿吧。”母亲放心，人家不都说儿子总比女儿懂事晚吗？哥哥没什么坏心眼的，就是人直了些，这回呀肯定能改好。母亲放心，哥哥往后必定是个出息的。周婉若往前挪了挪，搂住母亲，半是撒娇半是宽慰地劝着母亲。程王妃伸手搂住女儿，爱怜地拍着她，脸上浮出一层暖暖的笑意来。母亲什么时候去林府？
两人沉默了一会儿，周婉若低低地问道。程王妃脸色微凛，沉默了片刻，低低交代道：林家的事儿先不要提起。西园那个狐狸精，哪怕听到一字半句的，都能猜出这中间的意思来。你父亲万事听他调停，等过了年吧，你父亲走了，咱们再办林家这事儿。无论如何呀，也不能再让林怀君跟你哥哥一处去南边，那也是个祸害。腊月中，成王带着周世新风尘仆仆地赶回了京城，进宫见了皇上。正赶着皇上心情不好，拎着周世远的脉案砸在成王头上，劈头盖脸一通臭骂，末了直截了当地宣布了对周世远的安置，发去南边军中历练几年。成王被骂得头昏脑胀的，正恼怒无比，听了皇上的安置，满腔恼怒顿时抛到九霄云外，只紧绷着脸，不敢露出半分喜色来。打发周世远去南边军中，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安排。周世远的过错被成王轻描淡写的训斥两句也就过去了。成王用心挑了三四十名心腹能干的侍卫，准备让周世远带着往南边军中历练一番去。成王妃冷眼旁观，万事只随成王安置，却悄悄地进宫求了成贵妃，将周世远启程的日子定在了二月中，在成王离开京城一个月后。